诗学好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一期跟我学栏目，我是主持人何云伟。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跟我学栏目叫哪出戏呢？暂时先保密，我们不能剧透，也不知道这三位学生啊表现如何，也不知道哪一位学生能最终胜出。粉墨登场，站在我身后这个绚丽的古老戏台上。那这样吧，咱们呀先把三位学生请出来跟朋友们见个面。有请三位小姑娘。您好。你好哥哥。你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吉祥瑞。哦，吉祥瑞，多大了？七岁。喜欢京剧啊？啊。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幸福的歌声传遍。大家好，我叫吉祥瑞，今年七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我还会唱京剧呢。我经常在舞台上表演沙家浜，很多观众都喜欢我。所以我是个小明星哦，我的学习成绩可经常考100分哦，所以我还是一个好学生哦。我的妈妈很爱我，她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好妈妈，也要对她说一声：“妈妈，我爱你。”以后我会好好学习，让您为我骄傲。来到跟我学，学习贵妃醉酒，我相信我一定是最棒的。一会儿你得好好表现表现，希望你最后胜出，能站在我们身后这个舞台上粉墨登场。好的。你好。你好。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戏剧学院的学生，我叫刘琦。我是刘琦，来自于中国戏剧学院，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我主要学习梅派青衣。通过四年的学习，我收获了很多。我的生活很简单，两点一线，从宿舍到工房，再从工房到宿舍。大家一定会认为很单调，但是我觉得非常充实。我认为学习京剧这门艺术必须全心全意的投入，才能够学得更好。我马上就要毕业了，面对未来我充满希望。我希望在学习梅派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收获与成长，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据我所知啊，你大四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了国家京剧院。是的。哦，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是哪出戏吗？当时分两试，初试考的是探古，复试考的醉酒。一会儿希望你有一个很好的表现。谢谢。您好。您好。您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北京传统音乐节组委会办公室演出部的。几个演员。黄老师是一个很大条的人啊，精神，他也是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开心果，很霸道，很顽固的黄老师。在我心目中，黄老师是一个很直爽、很纯粹的人。我觉得好像从他身上就看不到对任何事情的那种紧张，就任何时候，不管是事情很紧急还是很重要，他都能够以很放松、很轻松的姿态去面对。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大家好，我叫洪娟娟，我工作在中国音乐学院传统音乐节办公室，负责演出部的工作。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戏曲和书法。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呢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我进入到一个传统文化里面中间，对自己的工作呢在审节目呀或者这节目的审美里面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次能够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跟我学》这个栏目，我很，就是说很近距离的能够接受到老师的指点。我希望我在戏曲的唱功方面有一定的进步。谢谢大家支持我。您是搞声乐的？对。是做声乐演唱啊，还是研究啊？研究。主要是研究工作。那么对这个戏曲也是非常的喜欢。对对对，这传统的戏曲啊昆曲我都比较喜欢。一会儿跟老师好好的学习，期待着您的表现。 好，谢谢您。好吧，朋友们，跟名师学好戏，咱们三位学生已经都跟朋友们见面了，我们的老师是谁呢？这样咱们呀先看一个短片。就是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梅派传人，京剧名家张京老师，我们有请。张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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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好，见到您非常的高兴。是，你看今天咱们教哪出啊？我想请你猜猜，我今天要教什么戏？贵妃醉酒。对了，真是吗？对对，这也是梅派的代表剧目。是的，是梅派非常经典的一出戏。连唱。带做，对，很复杂呀。啊，那这出戏这个唱段也很多，今天咱们是学哪段的？学开始的第一段唱《海岛冰轮粗转腾》，就是四平调。太好了，那么今天担任伴奏的是咱们以姚丽先生为首的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的优秀弦师，辛苦你们。张老师，那您就教学，我就旁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张京，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贵妃醉酒这出戏呢又叫百花厅啊，在清光绪年间有一位汉剧的老艺人叫做吴洪喜，他首次就是徽班进京的那阶段呢，他首次就把这个戏引到北京来了，并且演出一炮而响。
段唱呢是四平调，四平调呢要分一板三眼，一板头眼、中眼、末眼。好，我先给大家示范一遍。嗨嗨嗨嗨到，你们唱，预备起。后面就是宾轮粗转腾，宾轮粗转腾，唱。宾轮粗转。来一遍吧，把力气来一遍。接下来呢，就是见玉兔啊，玉兔又早东升。凡是见玉兔啊，好，一起唱一遍啊，起。玉兔，预备起。玉兔要早东升，皓月当当空。那个尾音的地方有点多了。我给大家示范一遍，恰便似奴似嫦娥离月宫啊。这杨贵妃呢非常骄傲啊，她把自己比作嫦娥啊，奴似嫦娥。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唱一唱好吗？玉兔又早东升，玉兔啊，预备起。还是不错哈、啊。
节奏啊，板式还是不错的。那个别的小烙音呢，玉兔又早，发现这个下来的音呢，再给一点儿，啊，我们把这段来一遍吧，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交唱《那冰轮离海岛》啊。那冰轮离海岛，那最后后面的那个“岛”字有一个小烙音啊，把它唱出来啊，一起唱一下。那乾坤分外明，乾坤分外明啊，名字也要唱成民啊，在京剧里，因为它属于这种韵腔啊。好，乾坤分外明，预备起，起。你们唱一遍。皓月当空。啊，刚才那个啊，娟娟同学啊，你再把那个皓月当空唱一遍，好吗？那个尾音的地方有点多了，哦哦哦哦哦，直接就过来了，啊！皓月当空，哎，恰便似那嫦娥离月宫，这个拉呢有一个代词，恰便似那，这个拉啊，这个似，这个拉呢，唱好了呢应该是比较甜美的，但是如果把它处理的比较重，就容易感觉声音呢出来以后就不好听了啊。恰便似那，好，你们唱一下。恰便似那，还可以啊。
唱我的月宫，嫦娥离月宫，预备起，唱我每个字吐字的收音，宫啊，如果不收音呢，就变成孤啊，离月孤了就啊。所以京剧的吐字非常重要，讲究字头、字腹、字尾。我们除了字头咬得要准确之外呢，一定不要忘记收音啊。好，恰，从恰开始啊，预备起，恰。嘎嘎嘀个啦嘎咚嘎啦嘚儿，唱我我的月宫。好，最后一句唱的是奴似嫦娥离月宫啊，这杨贵妃呢非常骄傲啊，她把自己比作嫦娥。奴似嫦娥，我滴答答的离月宫。啊，把最后一句来一遍，起。奴似嫦娥，我滴答答的我们跟乐队的老师们合作，一起把这段唱啊来一遍。Thank you.
好，同学们，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希望你们回去多多复习，把唱和字都要练好了，因为下节课我们要教念白了。好，同学们再见。谢谢老师。尤其头一堂课已经上完了，我知道你以前也学过这出戏，那么刚才听了张老师这个讲解，你对于这出戏这段唱有什么新的认识吗？通过张老师那个教授，我在学习，感觉对这个唱念方面的韵律啊，还有间团字的掌握有了更多的体会。好，也希望你继续跟张老师好好学习，把这出戏演好。小瑞，头一堂课已经学完了，你感觉怎么样啊？反正比唱歌难。那这么一说，你也经常的唱歌，唱歌是戏味吗？不是。不是戏味，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呢？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要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好，唱的还真不错，给你鼓鼓掌啊！再接再厉。我也希望你把这歌啊揉到这贵妃醉酒里边，好不好？那就乱了。娟娟老师您好。头一堂课已经听完了，我知道您私底下也跟张老师学过戏，那么您觉得这段戏感受怎么样？受益匪浅。是在这个上课当中啊，我也发现了张老师一直强调您的收音。对，看来这个收音还是很难的。对，归韵嘛。我们学校的那个就是用西方的发声方法，它注重位置和技巧，所以咱们传统的这个是老打架，我脑袋转换频道。是是。所以我真是我觉得这个跟我学的南木这个传统的戏曲，不光是针对这堂课，我就觉得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啊，是有一个近距离，更深入到京剧里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舞台。也希望您好好跟张老师学习，学出好成绩。谢谢谢谢。贵妃的风变成凤，凤啊，不是凤喂，就完了啊！一下子从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啊，掉入了那种失落的、被抛弃的那种心情。京剧的唇齿舌牙喉，那我们念的时候、唱的时候，这些个器官都要配合得非常好。京剧要美化命我啊，金瑞在。把花听呆。